到大树音乐，那么这期我们教大家一首林俊杰的他说啊，那他的原调是 C 调啊，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用原调来弹唱啊，那如果有些男生觉得唱得太低的话，可以夹用变调夹夹在二品或者三品四品这个位置来弹唱都可以，那女生的话可以直接唱 C 调或者夹在二品来弹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和弦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一些和弦。 F 和弦，我们的食指横按吉他的一品，然后中指按在三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尾指按在四弦三品。好，然后 C7 和弦，食指我们按在二弦的一品，然后中指按在四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然后小尾指按在三弦的三品。G 和弦，中指按在六弦三品，然后无名指按在一弦三品，食指按在我们的五弦二品。好，下面 C 和弦，食指按在二弦一品，中指按在四弦二品，然后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D 和弦，食指按在一弦一品，中指按在三弦二品，小尾指按在二弦三品。E M 和弦，然后中指按在我们的五弦二品，无名指按在四弦二品。A M 和弦，食指按在二弦一品，中指按在四弦的二品，无名指按在三弦二品。F M 和弦，食指横跨我们的吉他一品，然后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小尾指按在四弦三品，然后中指呢可以助力放在我们的食指上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奏，我们先来演示一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奏的第一小节 C 和弦。好，先来看一下它的第一拍，同时拨响二三弦，拨两遍。好，然后第二拍食指松开，同样的拨响二三弦，拨两遍。然后第三拍三弦五弦，好，把它连贯起来，再来一遍。接下来第二小节第一拍，我用的是 F major 七和弦。 F major 七的按法，食指按在二弦一品，中指按在三弦二品，无名指按在四弦的三品，然后大拇指按在我们的六弦一品这个位置。好，然后看一下它的第二小节第一拍，同时拨响三六弦。好，我们把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的第一拍连贯起来。然后第二小节的二三拍呢，它是一个停顿符号。那我们停顿完以后，看一下它第四拍。第四拍同时拨响一二三弦，然后小尾指放到我们的二弦三品这个位置，拨响二弦，再来一遍。我们把第二小节连贯起来。好，再来一遍。一二三四，好，我们把一二小节连贯起来。好，接下来第三小节 G 和弦，看一下它的第一拍六弦。好，然后第二拍的时候呢，我们食指按在二弦一品，然后同时拨响二三弦，然后二弦。好，再来一遍。把前两拍连贯起来。第三拍是一个二弦空弦音，再来一遍，把它连贯起来。
第四拍是一个三四弦，我们把第三小节连贯起来，再来一遍，好，把一到三小节连贯起来，看一下它第四小节一和弦。首先看一下它第一拍二，首先看一下它的第一拍三六弦同时拨响，然后五弦，好，然后第二拍四三，然后第三拍是个引音，所以不用弹，再来一遍，好，再把一二三拍连贯起来，然后第四拍是一个二弦三平音，我们把尾指放到二弦三平，同时把其他手指可以松开，好，再来把它连贯起来，好，速度加快一下，一到四小节连贯一遍，看一下第五小节 AM 和弦。首先看一下它的第一拍二三五弦同时拨响，然后四弦，好，然后第二拍二三弦弹两遍，好，把一二拍连贯起来，好，第三拍把食指松开，同时拨响二三弦，然后食指放回下去，同样的二三弦，那我们第三拍两个音之间呢，它有一个点啊，我们把这个点叫做浮点，那么它这两个音弹的时候稍微距离拉大一点点就好了，我们前三拍连贯起来，好，再来一遍，好，把第三拍拉大一点点的距离就可以了。那么第四拍的前半拍它是一个延音，我们停顿完以后弹第四拍的后半拍就可以了。第四拍的后半拍我们来看一下，无名指按在二弦三平啊，可以同时把其他手指松开，拨响二弦，好， AM 和弦，我们把第五小节连贯起来，再来一遍，一到五小节连贯一下，然后第六小节 D M 和弦，我们小尾指不用松开，然后同时拨响二三四弦，然后四弦，那这是第一拍，再来一遍，好，然后第二拍呢三二，好，我们把前两拍连贯起来，好，然后三四拍它的前半拍都是一个延音，我们停顿完以后然后弹响三和四拍的最后半拍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它连贯起来，再来一遍，一打二打三打四打，好，一到六小节连贯起来，
第七小节是一个 G 二弦，我们弹完第六小节以后，快速把 G 二弦的根音按起来啊，六弦三品这个音，还要弹响六弦，然后下面一个音它是一个半拍啊，我们食指按在我们的二弦一品，然后同时拨响二三弦，然后下一拍把食指松开，弹响二弦空弦音，然后食指放下来，同样的弹响二弦啊。好，再来一遍，把它连贯一下。好，然后最后一拍的前半拍呢，它是一个延音，停顿完以后，它后半拍二弦三品音就可以了，食指放在二弦三品，然后拨响。好，我们把第七小节连贯起来。再来一遍，好，一到七小节连贯一下，第七小节弹完以后，然后把第八小节第一拍连贯起来啊。第八小节我们是一个 C 九和弦啊，怎么去按的呢？中指按在我们五弦三品，然后食指按在四弦二品，无名指按在二弦三品，同时拨响二三五弦，然后四弦啊。那这是第一拍，再来一遍。好，然后第二拍三一，再来一遍。第三拍前半拍是一个延音，停顿完以后，然后我们后面弹三二三就可以了。好，把第八小节连贯起来。然后第九小节 C 二弦，我们可以用一个爬音啊，爬音怎么去爬的呢？用食指侧面指甲盖慢慢的往下扫，或者用大拇指侧面指甲肉啊往下扫啊，但是不要扫得太快了啊，如果扫得太快就不叫爬音了啊，扫得稍微扫得慢一些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把前奏再来演示一下。A 段和 B 段部分我们都是用的是节奏型一，那我们看一下节奏型一怎么去弹的呢？五三二一，三二三啊。那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三拍的前半拍是个延音啊，需要停顿半拍，然后才弹响第三拍的后半拍这个音。好，那我们再连贯一遍，五三二一空三二三，再来一遍。那我们这个分解节奏的第一个音一定要根据每一个和弦不同的根音来完成，比如说这首歌的 F 和弦我用的是六弦啊，第一个音是六弦，所以是六三二一三二三这样子。然后 C 和弦呢是五弦， C 七和弦也是五弦啊，那 G 和弦是六弦， D M 和弦四弦，然后 E M 和弦六弦，然后 A M 和弦五弦啊， FM 同样的是六弦啊。那和弦的根音我们小伙伴一定要背下来啊，背下来方便我们日后看不同的吉他谱来练习。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A 段和 B 段部分。它静悄悄地来过，
那么我们 B 段最后一段呢，有 FM 和 G 和弦，下面有一个下滑线，带有下滑线部分的和弦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每个和弦之间弹两拍，然后就换一个和弦。那么 FM 和 G 和弦怎么弹呢？我们来演示一下，6 3 2 3 6 3 2 3就可以了。好，那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 C 和弦，我们有一个爬音就没问题。那如果想继续往下弹的话呢，我们就不用爬音，同样的弹回节奏型一啊。那弹完第一遍的 A 段和 B 段之后呢，我们再重复一遍前奏。好，前奏弹完以后，再重复一遍 A 段和 B 段。啊，第二遍的 A 段和 B 段，我们就用一个扫弦节奏来带。来看一下它的扫弦节奏：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好，前两拍是下下下上。再来一遍。然后第三拍是下下上。啊，把前三拍连贯起来：下下下上下上下。第四拍也是下下上，那我们把全部连贯一遍。啊，在我们扫弦的时候呢，手腕一定要放松啊，手腕带着我们的手臂来甩动，扫的时候幅度要大一些啊。那往下扫的时候呢，我们用食指侧面指甲盖往下扫就可以了。那下面三个手指呢，我们可以收起来。啊，不要抓得太紧啊，抓得太紧有点奇怪，放松就可以了，收起来放松。然后往上扫的时候，我们是用大拇指侧面指甲盖往上扫，啊，但不要扫得太夸张了，这样有点奇怪，啊，对，放松来扫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下上，啊，手腕一定要放松就 OK。那么我们弹完第二遍的 A 段和 B 段以后呢，然后最后来一个尾句。这个地方，那整首歌就差不多了，啊，那我们这期的内容讲到这里，谱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树音乐屋搜索得到。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用谱子和视频配合一起看，练习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哦。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